会建功。这一棒二垒手扑过去，没办法了。艾迪一棒呢，把这场比赛是画下了句点。中场呢，就由艾迪的打出了再见安打，来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台电呢，最后就以5-4击败了台中威达，在双方前两战呢是战成了1胜1败。